我最近咧呢段空檔嘅時間咧就為情做事啦，有好多報道會啦，有報佳音啦，所以呢個12月咧實在爆曬啊！咁希望大家咧，如果能夠可能聖誕節嘅時候咧有緣嘅話，就會見到我喺可能喺商場裏邊啊，就會唱 Christmas song 啊，咁大家一齊，如果見到我嘅話就一齊唱咁樣啦。咁我最近咧為神工作啦，希望請加多啲靈魂去信主啦，咁啊亦都我自己咧今個禮拜日咧就會有一堂都係福音嘅嘢嚟嘅，但係咧我相信大家好耐都冇見過我啦，所以咧喺嗰日嘅2:09咧詳細地址咧我係就唔知，不過你問翻阿謙啦，阿謙可以答到你嘅，咁啊到時希望見到大家啦，拜拜。